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夜听，我是刘晓，晚上十点向你问好。如果你心里深藏着一个人，你的心是很难向另外一个人打开的，而这样的你是孤独的，也是痛苦的。总有一段感情走得太辛苦，不知不觉你们就松了手。总有一段路要在黑夜里前行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天会亮，但只要走下去，天一定会亮的。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有保质期，一旦到了日期就要放弃，但有一样东西，它似乎永远都不会过期，就是你对它的思念。其实每一场无法告别的过去，对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囚禁，他囚禁的是你的心。眼泪和伤害是爱错一个人必须的代价。学会告别一个错的人，懂得放下一段错的路，这是一个人成长必经的过程。没有这些经历，我们不会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我们怎么会遇到一个更好的人呢？往前走，哪怕一个人，往前走，哪怕会很辛苦。当我闭上双眼，徘徊梦和真实之间，往事一幕幕一幕幕像潮水般涌现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有些恩，有些怨，东流和水不回，悄然在午夜里梦回。当我背起行囊，走在家和异乡之间，你的一字字一句句还飘荡在耳边。那些苦，那些痛，那些伤，那些悲，只剩无限思念。冷冷的北风在吹，吹吧，让风吹吧，路太远，迎着风，迎着漫长的归途往前走。走吧，走吧，千山万水路还远，山依旧，水长流，是否你还在等候？
背起行囊，走在家和异乡之间，你的一字字一句句还飘荡在耳边，那些苦那些痛那些伤那些悲，只剩无限思念。冷冷的北风在吹，吹吧吹吧，让风吹吧，路太远，迎着风迎着漫长的归途往前走，走吧走吧，千山万水路还远，山依旧水长流，是否你还在等？吹吧让风吹吧，路太远，迎着风迎着漫长的归途往前走，走吧走吧，千山万水路还远，山依旧水长流，是否你还在等候？走吧走吧，千山万水路还远，山依旧水长流，是否你还在等候？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刘晓。